好，希望我们的节目可以让你度过一个愉快的晚上，也希望今天晚上确实会有一个不光是动听的歌声，也许有个动人的故事可以让你认识今天我们要纪念的这位神。就圣诞，圣诞，我们要纪念一个神为我们降生，是为了我们而降生。今天这是我们今天所要庆祝的意义在这里啊！希望你如果还不认识主耶稣基督的话，希望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在我们的故事当中，你可以对他有一点点了解啊，也许你会知道他是爱我们的，好吗？好，下面我们看有谁今天穿红色和绿色衣服的举手。哇，我也举手啊。今天大家很会穿啊，我们给这些穿红色绿色衣服的先生女士小朋友们鼓鼓掌好不好。哎，你们圣诞节快乐啊，非常开心啊。希望我们真是从今天开始一直到星期天啊，星期天是我们的有主日。希望我也提前做一个广告啊，今天来参加我们聚会，来参加我们晚会的12月24号圣诞节也是星期天，在我们教会有主日的崇拜，希望你能够回来。好，时间我就不耽误，多耽误大家时间，下面我们开始我们今天的晚会第一个节目，我们掌声有请 Amelia， 她给大家带来 Ukrainian Bell Carol， 翻译过来就是乌克兰的圣诞小夜曲。好，欢迎。下一个是 Jesse， 请你准备好啊。谢谢我们的小 Amelia 啊，这首歌曲是很雄壮的一首歌曲，我希望他弹到了这一点点精华，是不是大家感觉到他有个进行的状态，好吗？好，谢谢你，谢谢你。下面请 Jesse 小朋友准备，他给大家表演的是一首歌曲叫 Joy to the World， 他给大家进行架子鼓表演，欢迎他。Restart. Are you ready? Okay. Go. Joy to the world. The Lord is coming.
全世界都欢喜，普天同庆。哇，今天带出了节日气氛，是不是？太好了，太棒了。下面我们有请另外一位小朋友叫 Lyman， 他给大家表演 Silent Night， 一动一静，好吗？掌声欢迎 Lyman。谢谢你，谢谢谢谢。哎，我都看到他指尖在这个琴上的翻飞的感觉了哈，一左一右哈，真不错真不错。我们的小朋友真是在我们教会里有很多的成长啊，这些小朋友都是我们看他们在从婴儿车里啊一步步长大啊，到后来又学到各种才艺啊，真是希望我们有更多的小朋友可以来到我们教会一起跟我们一起成长一起玩。下面我们有请另外一个小朋友叫 Max， 他会给大家带来一首叫 Entertainer， 我欢迎 Max。 上台快，弹得快，下台更快。好棒好棒 ，Max 很棒。下面我们要有一些肢体动作了，我们要欢迎 Ariel 和 Cindy 给大家带来 Latin Dance 拉丁舞的表演，我们欢迎他们。等你们 ready， 我就会叫后边的老师帮你放声音。好。好，谢谢 Cindy and Ariel 啊，美好的谢幕，谢幕一下，好，谢谢你们，好，哇，
两位这独舞跳出了双人舞的感觉，非常棒 ，such a good team, right? 好，谢谢你们。下面我们有请，是 Robert 带领和我们的肖老师一起为大家带来 Hark the Herald Angels Sing， 是非常经典一首圣诞的歌曲。我们有请这两位专业的老师给我们带来。Edward 就是我们肖老师将弹琴，Robert 将给大家吹号 ，is a trumpet，OK，、okay, 将给大家吹小号。好，我们欢迎他们。谢谢你们精彩的表演啊！在下个节目之前，我可以叫这些小朋友们，你可以参加你们自己的圣诞 party 啦，在那个饭厅有你们自己的圣诞 party。 我们谢谢他们，再掌声谢谢他们表演。好， have fun。 好，今天我们所有人都要度过美好的时光啊！不光小朋友，我们大人在这里啊，一会儿会有更加精彩的表演，我们会有我们今天的特约嘉宾一会儿会给我们带来一场非常棒的音乐会。在这之前，我们教会的自己的各种的才艺哈，会给大家一个做一个展示。好，下一个我们有请，在下面 ，OK， 下一个我们有请，还是肖老师和 Robert 为大家带来Coventry Carol。这次 Robert 要给大家带来笛子演奏，好，我们掌声欢迎。This song was originally when Christmas was celebrated in medieval Europe. It was a very solemn feast. It was not the joyous feast and celebrations that we have today. And so the Coventry Carol is more of a solemn song in keeping with that particular tradition.Thank you.
谢谢谢谢。下一个节目将是 Robert 带他的学生 Hannah 给大家带来 O Come O Ye Faithful。他们将要演奏的乐器是萨克斯风，给他们一点时间准备。掌声给献给他们，谢谢，欢迎他们。
好，谢谢他们精彩的表演，最后是非常完美的一个收尾。我们掌声也谢谢后边的为我们打鼓的Ian啊，我们掌声谢谢他啊，也在默默的伴奏。什么意思啊？啊？什么意思啊？Yeah, well, thank you, every one of you, including Ian, who's hiding. Okay. 谢谢谢谢，好，这就是我们今天我们教会，自己的会众所献上的节目。我们再次给他们一个掌声，好不好？好，谢谢。下面给一点时间，我们就会邀请我们今天，主要的嘉宾。啊，我们下面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我们欢迎 Grace 林黎淑华女士为我们献上今天最后的节目，我们的压轴的节目，她会给我们带来好几首动听的歌曲，都是她自己创作并且编曲，演唱的。下面我们欢迎 Grace， 欢迎你。大家好，我是 Grace， 我是那个营养师，我本来在那个 Cornell University 读生物的，后来去纽约大学读营养学，后来的神呼召我，要我去呼召我去音乐侍奉，然后我就在 Azusa Pacific University 刚刚拿了那个学士学位。So 我的信主的时候我是在大学，所以呢尤其是念生物的，所以呢我什么的逻辑啊什么的弄得清清楚楚的。信主以后呢又去那个查经班啊，又和那个K 和 Dan他们一起啦，那大家学习怎么样的查经，什么样都要很逻辑，也属灵的，可是也很逻辑的。So 后来呢，就神把我从纽约拿出来，就在每一个不同的地方去住，然后慢慢的去到一个地方，没有一个教会是可以说是讲圣经的，就是有一个灵恩派的 charismatic 的 church 的，可以说是讲可以讲圣经讲得很好的，叫 Vineyard Christian Fellowship， 所以没办法就去了。然后在哪里呢？看到有一点很奇妙的经验，就是看到一点神迹奇妙神迹奇事，还有呢圣灵在我的不但是在我的里面有喜乐，或是有特别的看见，就是在外面也可以把我们的身体开始控制。那所以我就觉得很奇怪，可是那些发生的时候好像是很偶然的，不晓得什么时候会有神迹。好，后来神就带我去夏威夷，在夏威夷呢也不同呢。因为那个时候有很多的那个有大复兴，所以呢就有很多的传道人来教导我们，尤其是一个弟兄啊，就是在那方面很有恩赐的，请很多很多的人来。让我在那个灵恩方面的那个神学哪里也学了很多，我一直在看圣经，一直在看他们有什么表现。就发现我从前在纽约有时候就问题就是说，基督在地上的时候行那么多神迹，怎么他们没有说的，那个教会没有说的呢？去那么多教会都没有说，好像是一个变成一个结学的说法。可是在夏威夷的时候我就看见其实神所说的是真实的，他没有改变，因为在圣经里面说
基督是昨天今天跟forever 永远都是一样的。所以呢我就就继续在寻求。然后还有我一直经过那么多教会，我就发现好像总是有一部人，他们好像神的没有信主很多年，没有什么改变，还有很多问题，也没有喜乐，就是觉得。但是我看见他们的时候，我也为他们进食祷告，可是就觉得他们好像是圣经神说的话不对的样子，不可以实现的样子，好像神是不信实的。那为什么？因为他们的生命没有改变，那为什么呢？可是我在夏威夷的时候，我看见当神的能力来的时候，他我可以看到那些人，我以前以为不可以改变的人，他们有很大的改变，他们很大的得到释放。还有我另外的这方面的人的改变是一个很大的神迹。另外一方面我也看到很多神迹奇事，好像聚会的时候有捕食出现，或是有金粉，或是有银粉，或是我们照相的时候可以看到有天使，你知道，在那个照相机里面，还有很多很多，但是讲也讲不完，所以我就发现，神是信实的，神是伟大的，他的话语是很准确的，所以我在这方面一直的追求的时候，很多事情发生了，我不讲那么多。就是说有一天我睁开眼睛，就发现自己在医院里面，就已经施了手术了。OK， 那我那么读了那么多年，或是圣经的一直的神学，那我就觉得不可能啊，为什么我会又手术了呢？还有呢，声音哑了，讲话也没有声音。你假如晓得我从3岁的时候就开始唱歌，就学唱歌，突然间声音没有了，还有不晓得什么时候回来啊。我的姐姐的声音本来唱歌很好听的，可是没了，这试完手术都没有了，不可以唱了。那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挫折。还有我那个想到我从前在音乐侍奉的时候，就是我是很忠实，为什么会得到那样的惩罚？我就自己很不甘心，很气，也很气神，又不晓得气什么，总然是很气，就不出外，自己在家里面自己生气，就也就是。要出去的时候或是买东西或者什么，可是整天躺在床上。到后来我就恢复那怎么服下来了，就是这个人给破碎了，我就说跪在神面前，我说神啊，我说你总是没有错，我说你总是没有错，那么多年了，我与你同行，你一直的让我看见的是你是伟大的神，你是充满的力量的，有慈爱的，满有智慧的神，宇宙的真神。所以你那么多年问你那么多问题，你都给我答案，可是现在我不晓得为什么，你也没有答案给我。可是我说，我决定了，我做了一个决定，就从今以后，无论什么时候发生，我都选择要赞美你，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你。那之后呢，那我就把它放在一边，
那感谢神，三个月之后，那个弟兄姊妹为我祷告，三个月手术了三个月以后，我的声音回来了，可是我就小心，所以我想不要唱歌，也不要怎么样的。平常好像你们刚才那样的唱歌，我也不唱，就是一待一年，待一年，这真的过了一年的时候，我就想差不多了吧，时间好吧，那我就开口唱歌。然后奇怪的就是，我不是在这里唱的哦，我是在坐在其中一个人，咱们其中一个唱的。我一嘴巴开出来的唱的时候，就有很多很多的曲，很多的调从我的嘴巴冲出来，然后呢就跟其他的人的唱的歌很合调，可是也跟他们不一样，有时候跟着他们好像一个和的 harmony， 有时候是一个 echo， 这个回应，可是有时候是完全另外一个调出去，我也没有控制的。那在跟别人一起的时候是那样，在家里面自己的时候也是那样，很多很多调一直一直的涌出来。那个时候有时候也想啊，我的音乐感也蛮好的哈，就觉得自己可是音乐的天赋蛮好。可是有一次在退休会的时候，我就奇怪，我说为什么总是到某一个段就是有一个声音出来，就是一个音，就是没了。我说为什么是那样的，是什么调啊，我的音乐感那么差的嘞。所以我就试试看，我就把嘴巴张开 OK，但是假如真的有声音出来的时候，我就不会阻挡它。可是我就不唱了，我也不吸，我也不唱，跟他们唱什么，就是那样。对啊，看看有什么事情发生。然后到那个音乐到某一段的时候，果然那个肚子里面有力量，总是有一个，就是那个音就出来了。那个时候，这敬畏神的心啊，就在我们的我这整个人就是要敬畏神，就是神就要自己唱出来了，就是我没有唱了，他也自己在唱，所以我就是心里面晓得是神唱的，我只是去合作跟他调和而已。So，后来很多人为我祷告，我也去求别人为我做按手的祷告，就慢慢的那些歌，那个调变成歌，然后又后来呢，神也给我歌词，所以就变成有歌出来，然后神就很奇妙的带领我去念音乐，然后现在就拿了那个音乐学位出来，还有制作了，创了，怎么说，制作 producer 六首歌那样，所以我的歌是那样来的。所以我今天我哎呀，所以我就讲明的做一个弯弯的 set 的通，就是神说神要拣选了世上愚昧的，又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所以我就是那样病，那个时候很软弱的时候，神还是那样的选择我的时候，我就晓得不是我自己有什么好处，我也不是有什么能力，是他的能力给了我，晓得吗？不是我自己有什么自夸的。然后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他有让我看见，就是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
一同坐在天上，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的地位就是在天上，在主耶稣一起。Next slide， 对，那就因为这里讲的就是他，就是在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就是主耶稣是坐在父神的右边的，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职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所以我就是说，一方面我们是软弱的，我们是没有什么的，可是另外一方面，神因为他的恩典的时候，给我们的地位在耶稣基督里面是在父神的右边。所以我这是讲这个，所以我们的这个，我是所以要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神，因为神是不会把他的荣耀给别人的。所以我就劝大家小心把荣耀一切都归给神。这条歌呢叫 Infinite， 就是无限，没有中文的，可是我把中文翻译了。就是我这那个来的时候很奇妙的，好像我呼吸那样的，它就来的，好像有一个微风那样的吹来。那有一次我在那个檀香Honolulu 啊，夏威夷那个中国城的时候，在走路又有一个那个调就那样出来，从我嘴巴出来了，然后我再看看，好像那个建筑啊，那个 building， 他们的屋顶啊，好古色古香的，好像那个故宫那些很古老的那样子。我就自己心里在想，这古老好像很奥秘的样子。所以我就回家就看看那个京剧有什么是 mystery， 奥秘，关于奥秘的。所以就写了一首歌就是那样。Thank you.
感谢神 ，Praise the Lord， 就是 you know Praise the Lord， that's his song， 这是他的。So 另外一条歌呢，就是说next slide， 一个新人。So 一条歌是什么？来的时候很奇怪的，因为有一天我很忙啊，我就要跑去邮局，又跑去买菜，或者怎么的跑来跑去，然后。啊，忘记了一些东西，就回家跑上二楼，想到这把东西拿了，我就跑出去，对不对？可是奇怪的就是，我上了二楼，一进了书房，我的脚啊，或是在怎么讲啊，舞蹈足度啊，或是什么，手舞足蹈，对。那一直的弄，他就很多那个敬拜神的姿态出来，然后有肚子里面好像有一股力气要出来的，我就把那个 iPhone 拿下来就录了，一直在弄了，一直录，然后就是录了，那是什么我不晓得是什么，这很多个月自己在听在学或者什么想来想都不晓得是什么东西。就后来有一天我去那个 Whole Food买菜，那要买 lunch， 我现在在等的时候就 hum 就还在想那是什么东西，然后付了钱呢，就有一个女士是刚她跟我说，是不是你啊，刚才唱那么好听的歌曲啊，我说我是在想猜那是什么东西啊，但是他就邀请我去跟他一起做，我就告诉他，他听了以后他说那好像是犹太歌耶，我说犹太歌，我在想犹太歌跟我有什么关系我是中国人也不是常常去不晓得犹太歌是什么，那他想的是犹太歌啊，那是后来有一天我在家里面，我去在崇拜，自己独自崇拜的时候，圣灵就跟我说，哎，你要不要去天堂那个歌词诗那个 lyrics room 去逛逛，我说好啊，那我就躺下来，因为在夏威夷我们有训练，那个训练怎么去在丛林里面去那个三重天啊 Third Heaven， 所以我就躺下来了，然后又有 Worship Music， 有一直祷告，但是灵里面就上去就里面灵里面就看见很多水一直向我冲过来，然后还有很多纸一叠叠的叠纸的，真的那个两三个小时好像没完的，后来我要起来要去接一个人啊，那我就起来了，这十分钟的车，我就开十分钟的车就回来了。那十分钟那个时候就有三个念头来了，三个念头，然后我回家就把它写下来，跟一条歌，就是把那个
One New Man 那个犹太的圣经啊，打开来看，但里面好像有那个字跳出来那样，看跟那个歌词很隔阂，所以就变成这条歌。那奇妙的就是，我不晓得这条歌跟我刚才唱那首歌是可以隔在一条歌的。So, 那是感谢神，那两条歌一起隔在一起的时候，这边呢讲到神在创世以前 before the creation of the world， 一直讲到基督耶稣，可能一直讲到将来那样。所以这个是感谢神，是一个很奇妙的事。So 好了，弟兄，我们请你给我们音乐啊。God so loved the world that he gave his only begotten Son, whosoever would believe in him shall have everlasting life. 主奇妙啊，神的滋味真是很奇妙。就赞美主。但是再下一个调的一首歌呢，叫活水 Living Water。那个也是一个很奇妙的经验，因为我在夏威夷的时候，我想知道神究竟给了我什么东西。所以我就想去那个 City College 那里念一些音乐的科，看看什么样。但有一天我去那个美国的 popular music 啊，那个时候在整个刚刚学了1920年的时候，美国是什么的情况，那个时候
然后我就离开了我们碗底了，就走去另外一个客室坐下来。刚刚坐下来没有一分钟呢，就突然间这个肚子里面好像有一个很大的力量，我整个人就是受不了，好像要爆炸那样。我就拿了我的 iPad 就跑了出去，因为我的 iPhone 没有电，我就跑了出去，然后就录有什么东西呢，一录下来的就把它释放出来，然后就很奇妙的有一个很优美的调出来了，很温柔的调出来。所以呢我就记得有这条调。后来老师要我们做什么功课的 homework 或是什么的，我就记起来，那个有一个很好的，就是不用去几百几百条的，就去慢慢的挑，可以去那个 iPad 哪里拿一拿就行了。那因为他那个时候我刚刚去那家是讲到1920年的时候，美国的年代是那个时候世界大战第二，就很多士兵回来了，还有女人就可以拣选啊，是不是就是 to vote 投票呀、yeah, 又那个 the stock is high, 那个股票也高，还有很多的科学发明。那条歌好像描写一些很好的风景那样。所以我就想，这是大福星，那个不是好像大福星的样子吗？所以我说那个 It is springtime, 那是春天的时候，其实我是在说现在就是大福星的时候，是大福星要来的时候。所以请你。
flowing blessings come. Here the spring flows, it gives the abundant life that's so divine. Heaven's open, there has never been a better time. May this living water sweep.现在很多很多先知很多老师在都在说现在就是大复兴的时候，说刚刚这些歌出来就刚刚时间很好，对的很好。所以下一条歌呢就是叫 God's Love is Full， 有英文的，可是今天因为 K 告诉我他你们都是讲国语的，所以我挑那个国语的。这条歌来的时候好像是悄悄的从我的嘴巴流出来的， slip out my mouth， so 我不晓得是什么，我还以为是一条旧的歌，所以它来的时候我就把它推掉推掉推掉后来在又是在杂客店那个时候，那个 grocery store 有一个很年轻的女孩子跟我说，她说你刚才唱什么东西啊，很好听哦。我说我刚才唱什么？我就不晓得我在唱歌。他说为什么呢？所以我就出去的时候我在想我刚才高景唱的什么东西啊。那后来那个调就在我的脑海里面闪过。我说我是刚才唱那条歌吗？所以那天晚上我回家呢，我就去查，然后发现原来这个不是旧的歌，是一条新的歌。OK， 耶和神给我这个歌，然后大概一个礼拜之内就有国语的歌词来。那我你晓得我不是讲国语的，国语是我第三个语言，所以我就很兴奋，我居然有国语的歌词啊！然后第二天呢，我去檀香山啊，在开车的时候，这好像昏昏沌沌，好像喝醉酒的。其实我是不喝酒的，昏昏沌沌的。然后就很多的广东话的歌词来啊，那我就后来回家的时候就把它写下来。那我就很兴奋，因为是有我有广东的歌词，你晓得搞广东话是。有好听的歌词是多难的啊，有九个音。那后来大概一个月之内，那英文的歌词来的，那个时候我就受不了了，我就大哭起来了。为什么呢？因为神是爱是那么伟大，因为你晓得世界上有多少个人是讲广东话的，有几个一 billion 的人呢、是讲国语的，有几 billion 的一万的，什么一万呢、billion 是讲英文的啊，意义啊，所以我就觉得好像神心里面很迫切，
要世界的人晓得他是那样的爱他们，爱我们。要不然那么 一二三的就是那个人给我，我的中文也不是很灵光的，就是受的中文教育也不是很好。No, so, 所以我说这条歌是给神给你们每一位的一条情歌。It's a love song from God. So, 这是我的分享。说假如你们想要联络的话，那个弟兄他有那个或是你怎么讲啊走的联络的可以，那我将来也会在那个 YouTube 那里把我的歌送上去，就是你找去找那个Grace Lynn Love 或是 Grace International Music 都可以找得到。赞美主。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晚上真的是很有福气，你知道，因为你们今天所听的跟我不久以前从 Grace 那里接到这些歌曲的时候，我听的时候我是在发抖的，你知道吗？我的那个眼泪还是就是禁不住，因为你今天晚上听的这些歌啊，不
不是地上的歌，是从天上来的歌，你知道吗？神给这些歌，神给调子，神也给歌词，你知道吗？而且神呢，给他的这个歌呢，就是适合他的声音，适的他的这种 personality， 这样可以唱出来的，你知道吗？这位是真神，这位是活神来的，弟兄姐妹，我是跟你讲，我跟那个淑华，我们是非常熟的，因为我们都很年轻的时候，我们在纽约，我们在同一个教会，我们是一起那个。那个时候只知道他后来去上那个常春藤的八校之一的这个康乃尔大学，而且他学的呢，跟他今天晚上的 这些歌曲什么东西是一点都没有关系的。他学的是营养学，他是一个 train 的这个 license 的这个 nutrition， 他是一个 dietitian 来的，他又在医院里面去受训，他是一个又是一个 specialist， 然后他现在变成又是一个 musician。 哦、oh, ，by the way， 他的先生呢是 K， 那以前大学的这个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时候的同学，很早年呢。神就把他 接去了，他呢把两个儿子呢都教育，他们两个儿子都是 doctor 来的。可是我看到，其实呢，我认识李红的时候，我都没有跟李红讲。我认识李红的时候呢，想说李红这个很像我，李红很像这个脸，很像我认识的一个。认识一个朋友，我没有跟李红讲，对，我在讲，可是我在想说，认识李红之后，跟他好像是很面熟，李红的这个脸像啊，很像我们一个朋友，就是他，就是 Grace 那种的脸型，就是那个，所以今天晚上呢，我是想说，今天晚上你所经历的这些呢。都是从你来，这些歌词你从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的，我可以跟你保证100%你都没有听过的，因为这是不是地上的，这是神给他的，叫他来给我们的，所以我们都没有听说过。不过今天来证实说，宇宙中就是有一位真神，有一位活神，他爱我们爱到这个地步，他把他的儿子给我们作为挽回的祭，洗清我们一切的罪孽，我们认定他，我们接受主耶稣做我们的救主，这是一生最大的福分。今天在座的有没有哪一位你还没有信主，今天你愿意来信主，今天就是这个时刻把这个事情解决了，要不要？有没有？有谁要不要？要不要？要，他说要了哈。还有啊，这个孙妈妈要不要来信主？我要孙妈妈来信主。我要这个冯颖也要来信主。冯颖要不要来认识主？要哦，要，谢谢，感谢主。那个谁出去的？菲菲的婆婆，你要不要来信耶稣啊？耶稣很好，要不要来信耶稣？来信耶稣。好，要来，现在信耶稣，感谢主啊！要来信耶稣了哈。这个啊，书馆你看到了哈。我们今天有一些新人要来接受耶稣。You want to believe in God？ 他的书法，他的那个他是英文，然后广东话，然后在中文，你知道中文那个哈。可是呢，不管你讲什么话语，神给你的是天使的声音。天使的歌曲，天上来的那个，所以感谢主啊。那个肖鹏在不在？我也要这个他的先生呢，冯颖的先生呢，是一个很年轻，才30出头而已，他是一个 software engineer， 很年轻，我也要来信主。所以你回去的时候，你刚才听的这些东西也都要称呼是你的信主。他也不是他，我他是一个营养学家来的，他是
这个今天的讲员是一个营养学家来的，可是你看看神把天上的那个声音给他，天上的歌曲，天上的那个给他，哎呀，一首每一首都是非常震撼的。所以我刚才听的是已经第二次来听的时候，我是在发抖。为什么呢？因为你听到天使的声音，你听到从圣灵来的声音呢。啊，所以我们今天晚上我们是在非常非常有福气。我也觉得我也很福气，我还在发抖。好，感谢赞美主。刚才决志信主的这些呢，跟我一起祷告。我们现在就解决了，又把这个啊，那我讲一句，你们大家跟我一句，主耶稣，我感谢赞美你，你今天就在我们的中间。我们都是罪人，因为我们的生活行为，我们的所作所为都没有达到神的标准。所以我们都是罪人，我们感谢神给我们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挂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舍命。我们来承认我们的罪孽，我们今天就这个时刻就接受主耶稣做我们生命的救主。感谢赞美你，我们的过去都已经是过去的，我们的罪孽神不再纪念。我们今天来到神的面前，我们都是一张白纸，感谢你，赞美你。阿爸天父，我要回家，我要回到主耶稣里面，我要变成你所爱的。是阿爸天父，孩子今天回家了，感谢赞美主。这样祷告祈求，大家都说阿们，阿们。好，我们几个哈，我们这是小童也好，苏妈妈也好，还有这个菲菲的这个母亲，还有我们这位姊妹哈，待会我太太都会跟你们给你一些东西，跟你们约时间再跟你们谈话哈。非常高兴今天我朋友黎淑华能够来到我们当中来演唱。你知道这些歌他是神在他还未去学音乐的时候就给他了。然后我知道神为什么会把这些歌给他，是因为他在神面前有一个非常单纯的心。虽然他的学问也是蛮好的，他去 Cornell 又是去在 Sloan Kettering 做他的 residency。他是很有资格做很多事情的，可是他在神面前有个非常谦卑的心，非常单纯的心，所以神就乐意选择他来作为他的出口，要把这样子的歌曲放在他的里面，让他可以唱出来，来安慰他的百姓，安慰人心，来呼召人要来认识他。所以真的是非常的感谢，而且他对神的呼召非常的认真。他本来是住在夏威夷的，可是神既然给他这样子的托付，他就跑来这里，来这里上音乐学校，然后他花钱，自己的钱，去请专业的这些的音乐家来为他奏乐，把他这些他写出来的这个神给他的这些音调写成歌曲，配合在一起来唱歌，来演唱。所以真的是他对神是很认真的，所以我在他今天他带来了一些 thumb drive， OK， 那你若是愿意的话，你愿意再多听他的歌，或者在这圣诞季节你想要送你的朋友这些天上的音乐，你也可以就来拿。那他是说就自由奉献你愿意给多少钱。我想说我们若是可以的话，我们可以支持他在这个事工，因为刚才牧师也说过，他其实他年轻的时候他先生就过世，可是神一直带领他保守他，所以他把两个儿子养大，现在儿子也做了牙医，那可是他就是愿意专心的在神工作上。所以若是愿意支持他的事工的话，也可以奉献给他。有他有一个 ministry 叫 Ahave， 就是意思是爱啊。Ahave what? Outreach, right?
那样子，然后你若是愿意来那个拿这个 thumb drive 的话，Sukwa, where do you have the thumb drive? OK， 所以他今天他虽然他的中文不好，可是他非常，因为他知道我们是一个华语教会，他非常的努力用他的中文来跟我们分享，有的时候比较词不达意，不过我想大家都大致知道这样子。所以在这里他有很多的 thumb drive， 你们若是愿意的话就可以来拿，然后也可以当做圣诞礼物来送人啊，这里面也有他的见证啊。好，那就是这样子。那我们今天也照报告说，请大家明礼拜天来参加我们的 Christmas 啊主日，我们也我们的安娜传道他为我们释放圣诞信息，然后请大家一家一菜我们一起来欢聚啊，非常欢迎大家啊。那我们现在我们还有一些的点心，一些的水果和甜点，欢迎大家到隔壁去享用。就这样子，祝大家晚安啊。